咁我今日佢哋請我嚟做 discussion， 咁我嚟之前咧就做咗啲功課，我睇咗 Michael Fullen喺個 OECD 嗰啲 首先，吳建太啱講嘅晚期康康IELTS，咁好多謝佢提點我，咁我會幫政府去爭取一個醫學院喺IELTS，跟住咧就會見大學啦咁樣。咁即係佢講個係一個事實嚟，咁康康IELTS，咁佢見到我坐喺度，費事提啦咁樣。個bar chart嗰度咧，我哋收學生係相對比較微一啲，即係可能係18%個學生入大學。 咁可能係15-18%嘅%佢哋聽得係IELTS，呢個係事實嚟。咁但係我諗下，我哋從來冇諗過係要狀元教做教師㗎。我由細到大，讀中學、小學、幼稚園，教我先生都唔係狀元嚟嘅喎。咁即係話唔係康康U畢業咁中大畢業，但有啲先生喺我嘅成長過程裏面咧，我自己係好記得，唔係因為佢讀咗大學教我。 而喺critical moment佢講啲嘢鼓勵我，但係喺時間上面咧，佢俾我啲支持咧，就會改變咗我，或者改變咗我對學習嘅態度。我係需要呢啲老師，香港係需要呢啲老師啫嘛。香港唔需要醫學院畢業生去教書嘛，大佬，你記住一樣嘢，我哋要 make our mind clear。即係狀元，你去做醫生，去做律師，去讀 global business study fine。如果佢想做教師，嗱。 都冇問題，but he need to be <笑>我哋係教師嘅特徵係有愛心、有耐性、committed。咁呢個係我對教師嘅一啲嘅睇法。咁可能我嗱呢個個人睇法，因為我都係新啊，我都係大家都知我由我嘅 career development 都係喺商學院度做金融，咁嚟嚟去都係教啲有錢人變得更加有錢嘅，就 IPO 咁啊，即係幾年前又做過扶貧委員會，咁啊開始有少少嘅變化，咁教育對我嚟講係一個全新嘅 eye opening exercise。咁我都係日日都學咗好多，學緊嘢。咁我有幾樣嘢我有個感受，即係我喺呢幾個月3月份，我係大家知道我會做校長嗰陣時，有好多朋友，可能有啲朋友係見過一面嘅朋友。 佢都即刻揾咗個收留電話，就的我出去食飯，幫我講教育。其中一個人叫張堅成，我都見過一次。啱佢講佢又成，佢人個人好有心，佢教好有睇法，成餐飯都係講佢教育嘅睇法。佢都話唔介意張良，佢話如果教學院有需要嘅話，我嚟幫你免費做一啲，幫啲學生免費做啲 drama training。佢覺得做教師你係要脱離自己呢個框框，去進入個角色。 進入個教師角色，去贏嗰份自信心，去成為一個教師，等你班學生咁順利，班學生係有啲舒服嘅俾到學生。咁呢個我覺得係你可以反映到咧，市場上或者香港整個社會對於教育係好有睇法。有啲睇法可能係唔開心嘅睇法，或者係可以有進步空間嘅睇法，但係好有心呢個意思，呢個事實。 咁亦都係諗翻下香港而家喺個教育制度裏邊，當然我哋香港政府係揾咗好多資源去我哋嗰個教育制度，大約係佢個 public expenditure 20% on education。咁呢個好大嗰個範疇，咁但係喺公家個教育制度嗰度咧，我哋知道即係當然做得相當好啦，我都唔敢咁樣去提呢個。咁但係亦都好大個空間，而家個空間係私人個空間，私人嗰個喺教育個空間。 expansion 係越嚟越大，係喺個私人市場嗰個 demand 亦都越嚟越大。咁我又諗下點解要咁多資源去教育？咁但係好多家長就寧願送啲仔女去個私人嗰個空間、私人市場嗰度咧。咁我哋公家教育制度係咪可以有啲進步空間咧？咁呢個係我諗，即係話應該亦都幫大家講講個睇法。 首先我嚟説雙方，我第一個睇法就係，如果我哋教育制度
係想改革，或者係做一種係與時並進，從呢個供求問題去睇。咁作為一個嘅 policy maker， 我好想咧，香港我哋嘅教育制度可以培訓啲人才出嚟咧，係會繼續咧係明晶香港將來嘅競爭力。喺10年、20年或者5年之後競爭力。咁呢一個人才嘅培訓嘅 capacity building。 究竟我要諗一諗，諗完少少嘅 vision 一啲咧，就係話50年之後香港係需要啲咩，或者香港嘅人才需要啲咩本質，有咩 attributes， 有咩 characteristics， 我哋嗰啲人才需要。咁嗱，翻轉頭去諗咧，就係話第二步，如果我知道香港人才啱啱有啲新加坡就21世紀嘅 soft skill 啦，whatever。咁香港又點咧？咁新加坡未見得著，我哋隔離有個大陸好大嘅市場，叫做阿媽得咧。 咁下一步諗就係話，我哋啲老師，嗱我係教育學院嘅校長啦，我最關心老師就係數學。咁我哋啲老師係需要啲乜嘢老師去培訓香港可以面對將來未來未來嘅人才？呢啲老師係需要啲咩？呢個我呢幾排見到頭髮白話越嚟越白，你如果識我同啲朋友，我係呢幾排成日都諗考思考嘅呢個。 好啦，如果我知道將來嘅老師係需要咩去訓練我哋未來嘅人才咧，我想呢啲將呢啲 attributes 去 fine tune 我哋而家教學嘅部門，無論喺幼師培訓 early child education、 primary education、 even secondary education， 嗱 secondary education to be frank 咧，教育學院只係個佔有率係30% 啫，唔係高，咁但係前面嗰兩個幼稚園同埋小學咧，我哋係佔80%。 我試住。